兄弟们，有五十星吗？肯定有五十星了，那个巅峰赛1200分钟打个五十星不是随随便便。你为什么总是问我这种基础问题？我上五十星那只是时间问题，明白吗？懂不懂？五十金太少了，是五十星。玩吧刘备，那刘备也是我的小绝活啊。五十星上去了，是的呀，但是没看到动画。我记得之前上五十星都有放动画的，现在不放了。哎，赢麻了，赢麻了，兄弟们，赢麻了呀！打把嫦娥行不行？我总觉得我玩线上这个打野，他带不住节奏呀。我也想玩线上啊，2000分嘛。2000分等有这种好的打野知道怎么赢游戏的在那个，不然的话一打线上这个打野半天只知道刷野全队难受啊。哇，好兄弟，兄弟们在哪里直播啊？求问。理论上你能发出这个弹幕，应该我在虎牙直播，你觉得呢？难道我们这个弹幕还能串到别的台吗？他快四级了，我们队友法师四级啊，哈，这几个25块钱飘的我这嘎嘎难受啊，兄弟们，他这不在送想啥呢？他这一波那个上官婉儿没到四，从那里过刚好被看到了，因为我们这个中单他先拿了个蓝 buff 你知道吧。这一波我觉得可以去把这个打了呀。哎，好，打了个中路应该就没人敢管这个暴君了吧。好，他还真的下来管了，麻了。我想着肯定不会有人来接的。哦，拉脱了，不用管了。下路那个人好像带的进化不是特别好抓，我们还主打中路吧，跟着这东皇的节奏，东皇稳稳的咬，我们要稳稳的幸福，兄弟们。这哎呦，撵得我可真难受，我的好兄弟，我没大。怎么有点打不动啊？这一波敲那个应该是没出暴击，好吧，敲个孙膑不出暴击，装备不好还是不能三棍，三棍连个辅助都秒不掉，看得我也是心疼。
没兵线了呀。干嘛呢你？哎，这一棍下去，他不暴击就好刮呀！我怎么还没无尽战刃呢？我觉得我节奏还不错呀。三千二，他怎么把大丢了呀？抓这个吕布稍微压力有点大，但该恶心他还是得恶心，好吧，掐了两棍不怎么掉血，这意料之中的事情。他一手护甲鞋，几个大护甲，没把他大招逼出来，大招如果能逼出来就好了，那应该都在往上路转，我们看能不能把这里卡住，这应该会有个幸运而出来，好吧，我觉得应该会来人，这会来个鬼，都去下路了，我直接，好家伙，去下路送，麻没办法，他开个二技能还挺麻烦的，不好杀。是真的烦，还不大招走，兄弟们，从气势这一块我已经碾压他了。他反手转大，其实我会爆炸，但他不敢转，好吧，我身上没有技能了。刚刚那一波我挺怕的，说实话，但我就是往前走，他被我这个气势给压倒了。你说刚刚赚大真伤，我肯定死了呀，是不是？他直接终结我了，但他慌啊。干扰已经丢了。打上路，没必要跟他们中路耗着。兄弟们，我已经极致暗大，好吧，这波疯狂二技能一瞬间点大，他只要稍微注意力不在线，他不是我棍子上去那一瞬间交闪的话，或者交大招，基本上他就死了。这边耗着挺麻烦的，说实话，都想进攻。这兵线又被卡住了，哎，应该推上路，都在这耗着，我又怕他们打起来。其实我早都想推上了，这波上路塔肯定能拿，结果我跟他们在中路打麻将，我也是憨，是吧？我又怕这波他们强行开起来了，我不在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他还是挺肉的，我打得挺累的。
然后拿个蓝，嗯，然后顺着刷一波，等主宰，好吧，这一波等主宰，缓一下节奏，没必要那么上头，我六个人头，我上头一波，不太好，然后直接拿主宰，闪现咬没咬到，没办法。他们人都去下路，这边强行开，拿主宰，咬到了呀 ，OK， 你能不能不要折磨我？好吧，这个孙膑挺烦的，还在这拉扯兵线，拉扯兵线，他开了干扰，那挺好。拉扯，错了没？错！不是啊，我卡我只是去那里卡身位的，真的打是肯定不能打。你往那边走，他们就会往那边撤，中路就好推。他点了我两下，我还是有点怕。好，开始讲道理了，现在。带下路线，卡卡中路线。上面的人打得挺激情的，我们带下路就好。死了呀！啊，都死完了。怎么说？没必要打暴君吧，可以往中路推呀。别打暴君了，浪费时间了。给压力，给压力。嘿，哎，他可以把他塔给推了，然后再去把这个拿了。他留不住我，我想试试能把他给宰了。算了算了，别去开那个吕布了，免得到时候一波大节奏把我队友开崩了。带线。进攻，哎，这个位置，算了算了，直接敲基地吧，兄弟们，他们那边看起来打得挺激烈的，直接中路不守了。我看这个架势好像不太对呀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。